牛只过马路酿成三车连环撞，一人魂断公路。一辆休旅车的司机不慎撞到两只正欲过马路的牛只，结果尾随而来的另一辆轿车和一辆摩托车闪避不及，酿成车祸。摩托车骑士被抛飞到分界地后，当场死亡。根据马六甲中央警区主任克里斯多夫，这起夺命意外昨晚大约9点发生在 AMJ 大道靠近甘浪一带。初步调查显示，休旅车司机不慎撞到两只正越过马路的牛只，导致牛只死亡后，随即被另一辆轿车追尾。与此同时，摩托车骑士也闪避不及，撞向死在路上的牛只，然后被抛飞到分界堤，重伤不治。两名轿车司机则毫发无伤。骑士的遗体被送往医院解剖，以查明死因。警方援引1987年《陆路交通法令》第41之1"鲁莽或危险驾驶导致他人死亡"条文，调查案件。